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但这比我向他们证明我的正确可残忍太多了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 话语比我亲手杀掉的人可多多了，我尽力。谢谢霸占你稳油的办卡啊！看看你的鸟，给你看看，这不对啊，这不是我的鸟，这是我的鸟，我的鸟头都红了。 先学个E啊，我有三个鸟，掏回来，平 A， 平 A， 这鳄鱼很狂妄啊，鳄鱼，P平 A， 平 A， 很狂妄啊，鳄鱼。 这我不能让你吃了，掏回来，劈平A。掏回来，劈炸平A。哎呦，很狂妄啊，鳄鱼！鳄鱼怎么回事？鳄鱼这么狂妄吗？ 炸，平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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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闪现，掏，差一点点，这个蛮子交闪了，这个蛮子不交闪的，我给他掏回来接点烟，蛮子应该能死。 这波不太好卡兵线呢。炸，哎，掏，平 A， 平 A， 炸，平 A， 掏，W掏，再炸，致命点烟，平 A， 很狂妄啊，鳄鱼。 哎呀，我操了！我真是，那蛮子怎么能一直干坑呢？人呢？队友在哪里？队友？哎。 我的炮车，那蛮子怎么还在草丛里还不走了是吧？那蛮子，你干哈呢？呀，没在啊，在呢。到底要干嘛？到底啊？到底要干哈？是不是没完没了了？给我掏回来，平 A， 炸。 别让我起来，你等我起来，我把你们都给杀了。我告诉你，掏，W，炸，平 A， 平 A， 炸，掏，C A，
细碎，哎呀！当他们的眼前掠过自己的一身，狂妄啊，那鱼！放！哎，你别看我没蓝，我就平 A， 我再 A， 我再 A。难玩啊！不得不说呀，确实是难玩呐、啊。还把我眼儿给我拍了，没事啊，下边再来。必须提醒他们的身份。我不怕。我操！我再炸！我的炮车！那瞒着，如果这波没升六，我就把他俩全杀了。炸！开大招，炮点炎 ，W 溜闪现，炸！这也不行啊，这。炸快了，稍微有点没蓝了。打了，我说停停了。可见到的就是可征服的。退线了。人呐，不能说是一直死，你知道吧？这得吃一堑长一智。来。能嘲讽到吗？西涛炸！哎，为什么瞒着身上有个蓝啊？涛西炸，没蓝了。哎，有蓝了，掏西北大炸 W
放，拿下。哎呀，你还敢让我起来，小伙子？啊，你还敢给我人头？我的天哪！你知道我有多克你们家的阵容？你敢让我起来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一切的一切从我杀完这个鳄鱼跟蛮子开始。掏炸 W 炸 A。掏劈炸炸炸 W 点数炸，靠我点盐。26秒有大，鳄鱼应该是没闪吧？鳄鱼没闪就行。等一下啊，这波他双 E 我们可能会死。9秒，要杀我，来比比咱俩谁大。你这也不够大呀。挺狂妄啊，鳄鱼啊，鳄鱼挺狂妄啊。瞒着个下路呢，永远不要跟恶魔吵架，尤其是当你走了回家了，来个蓝林汉的苦楚。对不起，这把我要出布甲孩了。七炸八八六。哎，这都能拿到塔皮吗？炸不着，太远了。这是我最轻的。掏 W 的西炸，再炸，炸接炸，平 A 掏，行云流水。我的鸟过来，胜利在望。把我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，我就会告诉你胜利的代价是什么。我炸！为什么连辅助都可以来欺负我了？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原因何在？七炸，死了，死了也没办法。这咋这么，这辅助凭什么上来了呢？这辅助
哎，小心点啊，这去打峡谷去了。我们这波这样出啊，权衡之后的冒险，秒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于乌鸦来说。下波很有可能瞒着会再来一波，我们直接在上路一直带啊，下波直接把他们俩给带死。我顺便补个中路的车。没有人管，我可上高地了。问问队友，瞒着有没有 R 啊？如果他没 R， 这波上高地；如果他有 R， 这波我们最好是小心点。我都不知道你干啥来了。为什么这鳄鱼突然之间这么猛了呢？这不应该呀。鳄鱼这波有红 buff， 我确实是没想到啊。他拿了两个大人头是吧？下当了俩人，没事，下件装备看看出个什么。蓝林汉的苦楚出完了，我们来个恶魔之拥，双折磨。事实一般都没这么简单。这不行了，这得上去了，这一会儿高地掉了。直接跑，炸，再炸，来掏，踢，你有病是吧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欠过你钱还是怎么回事？我深深的明白，会带来后果。是不是上把给那蛮子杀的太惨了？近亲跑过来报复我来了，让我炸着了，有大没？哎，鹰，小傻瓜，不，你怎么的呢？你怎么的呢？你？继续啊，我有大，这随便上高地，这
寒冰搁后边等一等，寒冰，管管你老公吧啊！先杀的那局来，掏回来，炸接炸，闪现炸，打不溜。哎 ，W 的有点太远了，感觉。看看我的鸟。这波一炸炸两个。哎。掏蹬炸再炸，我就发现这蛮子真是欠着钱了的。掏吸炸炸走位再炸，掏炸掏打把溜再炸 A 掏炸，不就剩个蛮子跟个卡莎吗？无所谓呀。炸 A 开大，炸掏打把溜再炸掏。掏来炸接炸，又是一次失望。几个人啊？我这有点无敌了，这都炸掏打不了西炸，掏炸接炸炸棒掏炸平 A 投降了。哎我操，